始终致力关怀家庭的 Good TV， 近年来更进一步制作家庭教材，来帮助教会建立家庭事工。近期并展开全台培训课程，在高雄武昌教会举办童年经验工作坊，共有32间伙伴教会，超过200位学员参与。许多学员上课之后，发现他们的童年经验在工作坊中被医治。很多生命的问题，其实我也跟一个姐妹聊到，她就觉得透过这些课程，她好像看到了一个以前她都没有想到的一个答案。原来就在我们曾经走过的童年啊，那是一个我们也没有任何抵抗力，我们也没有任何主张的能力的一个岁月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确实被放到一个不适当的位置。Good TV 的家庭教材课程包罗万象，从认识自己的童年经验、情绪到悲伤辅导，乃至于家庭的幸福教养、新婚进行渠道、快活婚姻秘诀，每一堂课都能以自学或小组的方式来学习经营自己、建立家庭。这个课程可以帮助自己更深的去认识、探讨自己，如果未来成为一个小组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话，就能够帮助小组的成员彼此认识，更深度的认识。Good TV 开发的家庭教材，每一系列都可以用来培训种子老师，很方便教会进行一日的家庭课程。处理家庭的问题，常常会遇到原生家庭跟童年经验的这些创伤。那我想有这样子的一套教材，真的非常好，能够循序渐进的，能够帮助人。这次我们教会有将近20位都一起来参加，包括同工弟兄姊妹们，那回去就会更容易可以推广跟落实。用大众媒体来帮助每个人建造家庭，是上帝给 Good TV 的意向。接下来 Good TV 更要使用家庭教材成为传福音的管道，让教会成为家庭社区的祝福。